翔日前在马来西亚举办的演唱会期间却发生了意外状况，当天他唱到最后第三首歌曲《精武门》时，现场音乐突然中断，连麦克风也没声音，工作人员检查后发现电脑断线了，于是他幽默地对观众说，你们太嗨啦，后面的电脑都断线了。台下歌迷见状也打趣喊着要退票，让罗志祥立刻回应来不及退票了，都快结束了，笑骂观众很下流，并风趣地与观众互动，问他们是要从第一首歌或是从《精武门》重来。电脑恢复后，罗志祥重新表演《精武门》，但音乐再次中断，他随即展开 freestyle 唱起南韩女团 ILLITE 的 Magnetic 以及洗脑神曲麻辣糖葫芦，甚至表演了三阵舞。他还自嘲表示电脑还不恢复的话，自己再跳下去会跛脚，机制反应不及化解突发状况，也成功逗乐全场。